们将会去到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我们的敌人看不见，摸不到，但是他却真真切切的存在。你忘记我为什么要来这儿了吗？这是我答应过他的承诺。埃博拉是一个人类已经研究了30多年的病毒，我们不会被轻易打败。抗埃博拉战队全体都有，准备出动。